着车子。戴的帽帽才乖嘛！我戴帽帽乖不乖？乖。还冷了，穿妹妹的衣服，妹妹这个衣服脖子冷。我把我妈那个熊的背后来。哎，你戴了帽子的嘎？啊，好冷哦！哎呀，哪里？啥子？我身上不得熊了的嘛，我说我们四个照一个就是照着头痛啊。照啥子？照我们身上都有熊的照片，今天的灯会不是照，哦，免去恐龙院照，免去恐龙院照，嗯。来微微都还。来微微都还没来的，来微微在哪里？还没收拾。哦，13号。我们要坐摆渡车过去。哇，我的是。你坐不坐？我不坐，我站起。来吧，你坐坐。不，一下就拢了。两公里路，一下就拢了。嗯，一下就拢了，那你还让给我？等他嘛，你们等一下就，我在门口等你们。你还没上车，说起了。两公里还好吧？两公里还好吧？等你过来就领我一趟。我前面的。来吧，我让你，你要是好好掉了，嗯。不得掉。那就好远，要走过去，我的天！人家还是比较好人情化，你看到没有？就是停这么远，人家还是给你弄个摆渡车噶。哎，可以。那路部分车子停满了。来的早的就可以停在里头。我又不怕，不带了，都不带了。没有，没有包包。钱包给你爸，给你爸背起。我自己背也可以，他不得好那个。哎，你说的那个蘸水菜叫啥？叫啥子蘸水菜？方。哪个方？方。方方的方。哦，好。我吃人家这儿有事。我嘴巴都吃肿了，真的肿了。我刚刚嘴巴好辣呀。好像有两个站哇，是吧？两个站哇，三个站。那个车上是啷个车的号？你问呢？爸爸，帮我把包包头的口红给我一下。我拿，我用妈妈的。把大爷问了一下。有点太白了。这啥子嘛？这啥子？因为汽车不能开进去。那当然是你表妹好看喽。
表妹是天仙，宇宙第一美。旁边有个婆婆在咳嗽。你妈都是看东西的。有点远，我现在没看上，啥都没看上。哈哈哈！干好远吗？你好远。嗨，我封存呢。可我这十三路好久收班，收班就是好久。那肯定要等个，要等那个公共灯会完噻。等会十二点才完。那我问下这个师傅，我们下车。因为汽车开不进去，只能坐这个免费摆渡车。嗯，这是桥下。哎，啥给拍不着嘞？因为不然就走过去，这里都车开不进去，只有公交车可以进去。这是第二个站，还有一个站。你见过这样吗？哎，我们打灯，别想到这儿了。对哦，我们家就走这儿，走上去，走这儿。对啊，我看到这个路口，我们家来的时候这个路口，就在这儿走过去的。看到没有？对。我们就走这儿走上去的。哦。下午从那儿走过去的。这张是坐车还安逸的。嗯。妈妈，这两张哪张好看啊？这张。还有这一张，这张好看，还有一张这个，对，边上这个好看，那个不，我觉得这一张嘞，这张好看，这张没表情，木头看的嘛。你觉得哪张好？你觉得第一张啊？不晓得，我觉得这张也还可以，都不得样子，那重新拍。到了。哎，我准备下，我准备。咋样？都不太好看。没段都可以。你问下十三号线。哎。三号站哇哦，好多卖兔耳朵的呀。来了。我最近更新的好频繁。
哪张好看些？都好看。嗯，每张都好看。哎呀，不行。选择。这个吧。其实第二张也好看。这张啊，嗯。这张呢？这张笑起也好看，所以说我说每张都好看。哇哇哇！跟上。我们先追上他们。好好。我手机要关机啦。哇，好热闹哦！好热闹哦！哎呀，没有加定位，我去加一个定位。这个兔兔好乖呀！快个带去吧，不要。你待会儿帮我拍点视频，我要明天发抖音。不是直播的手机不要没电。就下面。来微微，你为什么一个人走前面？加个定位。哎呀！滴滴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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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还吃多了，好累啊！哎哎，头发吹起来了！风吹发型不乱。嗨嗨嗨！你哪个？哪个老子？偷拍。好好好好。没得，突然有一点点想上厕所。来，再喝点水。不想喝了，我要进去排队上厕所才是人人。妈妈，你给我拿的，姐妈帮我拍视频，陪我往前跑，然后就要拍到这儿。要把你，要把你，弄的。嘿嘿嘿嘿。都有。这是最大的一个门儿嘛。哦，蛮开的，蛮开的。这个三分你要拿三分钱。好嘛，那就好嘛，不拿三分钱。臭小子。不行，我也得走路，就是你也得蹦，就是晃的。晃的呀，不是姐们不走就对了，就走开，你跑，姐们就是陪你，你跑。哎，我得走路，你就是晃的。你就不走，姐们走不走，你跑。可以啊，我觉得只是最后那个有点太大了。你想拍了？他们过了都。哎，这个不可能人少，我跟你说，刚快，不可能人少，快拍，不可能嘛，快点拍，都是人。神经光光的，他好像人家都要等到他的呀。我告诉你，不得搞了，不得搞了，后头全是人。哎，这景点儿悬，就那一下喘口气，又不得人。喘口气。啊，景点儿说，景点儿说。还要咋的？哎呀，还这么个推啥子？走嘛，你就可以往前走就对了，不管他们了。现在阿姨是主播，哈哈哈。要陪人多？
要拍这儿后头。拍拍给他们看灯。拍人了。全都是。还等会嘞。你们要说岳父好，岳父好。哈哈哈哈哈！还够走？因为现在是岳父拿的手机呢。我客串哈哈，你们听不懂我的话吗？也不得办法啊。哇，好大风！不能离我太近了。好冷哦，大桥上。大桥上好冷呀！大桥上好冷呀！你应该把那个我看那个上面那个字，自贡中华彩灯。他这个咋个挑方向我也不晓得。那个你把它拿高头就看到了。咋看他是对我的嘛？对你呀、啊、你要对到你吗？不，还要对到外面，对到那边那儿，你要对你。啊，对你，对你对不对呀？就对到外面。这不是灯会神经，那以后就是这儿开起来那个。弄了弄了，马上就到。人挤人。上去了吧？等他们呢，我在这等他们嘛，就这儿敲口口等。一闪一闪亮晶晶，干辣椒了。到了，到大门了，我们到大门了。主播都失踪了，主播都跑来不在了，找不到人了。这是大门。那边还是大门。这不是大门啥子，就这边进去噻。还走那边找进去。你该举高点看，这有好多人。看不到，看到太远了。要走过去儿才。人潮涌动。游客朋友们，现插播一条十五张里，请来自成都市金牛区的厕所林女士，危险女士，请您听到广播后前往游客中心领取您的证件。来了，亲爱的游客朋友们，现插播一条十五张里，请来自成都市金牛区的危险女士。魏雪莹女士，请您听到广播后前往游客中心领取您的证件。
哎，头发好油啊！妈妈走，等等妹妹。插播疫苗十五招礼，请来自成都市金牛区的魏雪怡女士。魏雪怡女士，是广播找人啊？坐嘛。喊我们用用去。不用不用，扫二维码。嗯。要绕过去，这过去不到，走着绕过去。哦。要走那边绕进去。排队，哇，好多人啊！排队排死。什么呀？大家还在排队进去啊？啊。排队入园，好多人。什么？什么呀？这边绕进去。阿姨。阿妈。走快点，前头去排队，还排队，我跟你说。哎呀，今天还是排拢了，非要开到十二点。你们走。啊？那儿还哦，他还要，他那儿还不能进。对呀，还要排队，你说你走快。啊！天哪！我的妈呀！我你那儿那儿。这还有在直播的。他肯定先要人流的，人流够了就。这里还排着不能进去，进去了之后还要排，排两趴，这里还不能进。啊，早坏了，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吗？等会儿会不会找不到了呀？我们互相。还不是要排队？全是人。太多人了嘛！哇，什么？这是一趴，还要进三个关卡，这里还有一趴。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好多人，好多人哦！救命！哎，就是，哦，我的妈呀！哦，我的妈呀！这坡可以进去了，我们加紧赶上这坡，看赶不赶到。人太多了，兄弟姐妹们受不了了。排到这儿来了都。我的妈呀，这么多人啊！等我啊，怎么啊？看到了啊，看到了，人也太多了吧！我的妈呀，太多人了嘛！几点钟才进去的到？你还要说十二点钟早？九点钟进去。没事，九点钟进去的到。他们说看完彩灯可以直接吃早饭了。来来，可以。哎呀，好热哟，带这个。去了嘛，这个人多。等会儿再带，妈妈先裹点你的衣裳上嘛。那你在这里嘛。不带我，爸爸帮我拿着一下，我把头发擦一下。好多人！哎呀，我爸不适合戴这个颜色帽子，好像那个。可以，穿的挺好看的。不，像小日子那个呀，不行。不行，像小日子那样。哦，去了，不好看，不好看，这样子比较帅。挺好看的，挺好看的。嗯，那戴起还可以。
你先把它，可以先把它弄在你的衣裳上。来我来带，不是，太现在这会儿有点热，我等着。可以先把它挂在妈妈衣裳上噻。你先弄的，你弄两个啊，多热。但是很乖，我跟你说嘛，这个拍照多乖，你把它扣起来，然后拍照自拍。不行，我不得刘海。不不不不，你先弄起。我刘海不。不，你先不要急，你先不要慌。你看人家赖老师在这个也还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等一下哈，没给你选起。哦，我给刘欢说。你看，哎，好看。可以噻，再来一张。三二。那我也是不是才能？哎，等一下，等一下，选错了。三，等一下，我把选择给。好。眼镜。好。三二。这样，我给你调亮点儿。这样子的话，给你补点光，相当于。我在里面。哎，你抓到不要翻白眼儿，这，再再来，好假哦！哦，走走走走走走走，哇，哦，走了，走到几步？别了，我们进去不到，你放心。这张还可以的嘛？要选出那种人很多，来，哦，好听哦。停了，不得搞了。哎，等一下，等一下，我来嘛。就这样子，来，快点。来，爸爸，来来，我再横起横起。哎，我真的。来，三。你去当个垃圾。来，等一下，三二一。哎呀，我的，你看我的。眼镜反光了。算不着我了。这张可以，这张可以。姐妹可能不是很满意这张，再来一张，来三二一。哎，我花了，我花了。三二一，哎，这张好，这张好，这张好。这张我不得好好看，但是还行。小心了，看手机掉地下，你哈儿捡不到的。来来来，三二一。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喊我喽。韩国佬，韩国佬，走哦，走哦，好，走，应该找的抓的不容易打，好，哇，好多人，好多人，进来哦，哦，抓了，真是，真是，啊，走，哇，好多人，好多人，哇，嘿嘿嘿嘿嘿嘿，真是，哦，哎。肩膀上，手放在肩膀上，等会儿不要走掉了。谢谢零零九的飞机。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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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打到。Left left right right go。是的吧 ？Go go go！ 停了停了，不好意思，打着你了。那人你整个阿杜，我跟你说，这轮是进去不到的。还等两轮。哎。我们现在进了那个第二轮的框框头不？你看后前头还有人拿自拍给那儿拍照。嗯，你拍拍嘛，你看镜头这儿两个人。哎，不抱我，不抱我，好危险啊！可以抱。哇，好多人。哇！哎呦，谢谢木子的办卡。好多人哦。这还只是前面的哈，这还只是后面的，我们前面还有好多人。来喽来喽，那个哪儿的进去找我们了？再等二十分钟。嗯。才走到呢。还是要去接个充电宝。不晓得有又不得。我有点怀疑，这以后应该估计不得充电宝。是吗？是啊，你宾馆这些地方有吗？最近看有就有，不得就。看前头有好多人呢。好像挺多的吧？你车过去，车来这样子就拍到前头了噻。我刚拍的那个前头。你看不到噻。OK， 还行还行。
啥子捐衣裳？就是那种捐衣裳，还可以做功德。哦，哎，知道？你捐了你？哎，包包在你那儿吧？在哦，姐们。在后面的，在这后面的。你要接到黑胶不嘞？他们女儿跟那张爷模一样，你记不到了噶？我跟那同学我记得。收衣服的。衣服很能斤，好多钱斤，块钱，块多钱斤。嗨 ，Siri， 打开低电量模式。OK。我怎么可能是自贡人呢？我不是。哦，走走走，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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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走，慢慢走，不要撞到了。这儿干干，这儿干干，不要撞到了。八度 OK， 可以进来了，进来了。 OK OK， 这是头胚了，等会儿就要放进下一胚了。开火车了，开火车了。哎，后头的抓都没有抓紧哦。走路。不要丢走掉了。谢谢江湖风雨行色匆匆的飞机。都切着的哈。哦，都切着，都跟着鸡妈妈，跟着鸡妈妈，鸡妈妈跟着跟着。我看过了呢。这还有人啊？还有灯啊 ？OK OK， 进嘛，这轮过了就准备下去进去了。这就进大门了，这。OK OK。啊嘞啊嘞，谢谢江湖风雨的飞机，谢谢江湖风雨。人多热闹噻，我不介意人多，我喜欢人多一点，我喜欢凑热闹，我喜欢人多，人越多越爽。但是千万不要把我压在下面了。我们要进来，他一直给拍这个意义。啊，可以啊，你看。过来，这儿推出来，这儿。好，那推到压的不？好多人哦。哎呀。啊、有几个有带的，你不要把手给弄了。哈哈哈哈哈！是的。嗯？我也没叫你过来，过来看一看。嗯，走了。走了。走，马上就要进去了。终于要进去喽。他们都走了耶！哎呦，太慢了！还没走检票口。押金票在不现在？哦，还没到检票口。对的啊，地方没，还没到。哎呀，我的包包呢？肩膀背着。哦。我操，好多人。小姐呢？我给你把辣子吗？走！你啥子你不累？我走
嘛。让姐姐走，让姐姐走。看到吧？让姐姐走，来，他走着。三十分钟，走就走。我一把把我听好，人走就没得错。你把这个幸运的金全到，他那儿也堵口了。堵口出来咋的嘛？我们下来屋来那会儿，摆渡车还没开嘎。还有三个飞机，过二星啦，朋友们。我给大家看一下大门，哇！哎，这个聚焦不太好。红绿灯，避人、避害、不避性、腐蚀性、建设性、财务变动。啥子啊？哎，右边也可以拍吧，爸。走走走，这边。坐下。哇，谢谢波子，谢谢波子的续费的钻粉，谢谢零零九的火箭，谢谢波子的钻粉，谢谢零零九的火箭。是自动续费吗？大家可以把我们三星的人头上一下，三星的人头上一下，给你们看这个大门啊。第二十九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这个题目啊，哦，忘记开美颜了。好，把哪个拿出来准备多？把哪个拿出来？年票？你们哪个的年票？我们两个这儿。我这儿，他那儿是三个人，我这儿是两个人。哦。那。我提前都去。那么我们这三个。哎。妈妈拍照了。哎呀，我真的是谢你哈，我没让你要陪我们的，谢谢九哥的火箭，谢谢九哥的火箭，谢谢九哥。给你们看看吧，那我也要拍个照。没有火机。好，进来了，在这儿拍一张。还没年票呢，你啥劲呢？马上。请知纸质票的游客往右侧通道排队检票入园，请推有婴儿车或轮椅的游客往。走走走。找票，票在手机上。找电子票排队。啊，照张相，好好好。来照张相，照张相。来嘛，用我的手机，我这儿可以订那个。你们帮我把这个拿到，然后我把他们架起，然后我们来拍张。好好好，你查。哎，就拍个大头的就对了嘛。你要这会儿弄不人，这会儿给办烂了。好好好，那我手机拿着噻，你把他们拿好嘛，你把他们拿好。我来拿着。我是反气。那你就拿。那这儿不还要化妆嗦？不化妆，他们补一下。你可以这样子。好了。拿着。来，我调好了。这个才能这样子就可以了。过来，切秒钟。无障碍通道检票入园。你把拿下来就对了，爸爸。这儿。哪儿是？喂，我们看这儿，看这儿，镜头在这儿。好，我在。这样子不得好亮，我把屏幕调亮点看。好，来，就这儿。口罩戴好。请持有纸质票的游客往右手。压对了。再来一张。对喽。这靠拢点，爸爸过来。往上后边的游客，请提前拿出购买人的身份证或短信。可以，不错。OK， 加起嘛。好，来，在这边来一张。哎呀，这个照。哎呀哎呀。
哎，进去了，进去了。哎呀！完了。走走。来，手机我给你拿走。手机忘了，捡票。你捡嘛，耳朵还不得电了，票都捡不成。别笑。哪个是两张，哪个是三张？我这儿，这儿，快这儿。这边，这边，这边，过来，过来，这边，这儿，这儿，这儿，过来，过来，五个人，过来，过来，起来啊！对对对对，一起。有。走两位。两个。好好好，过。三个，走走走走。好，一二三，好好好，走走走走走。哇！哇！哇！千灯车站。哇！不要走丢了，大家。大家不能走。这个是啥子啊？晚上好，欢迎来到十号楼道市。走。就别别人看噻。走噻。哦吼！哎，这个不是那个龙猫吗？龙猫的那个有点感觉哈。可能是龙猫。没有，它那可能是那个灵感来源是龙猫。龙猫，有点龙猫的那个味道。出来太远了就看不出来。哎，要远点看，要远点看。哇，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太空人。那个是什么？那个是机器人，有点铁甲小宝的味道。哦，这个是玩游戏的，坦克大战。这个是那个京剧，哇，这个特儿好帅哦！这个戴这个眼镜的特儿，这个眼镜的特儿好帅哦，干爸爸。哪儿？就这个上头，哦，这个特儿。嗯，好飘飘哦，千灯巴士，哇！我们走右边走啊，走嘛，我们让我们走右边嘛。走右边，我好多人给这个刺儿合照，爸爸。我们照。别别走，这儿。合照。谢谢九哥的火箭，谢谢九哥的火箭，人是有点多。哇，这个图好漂亮啊，这个姐姐拍的好漂亮，我要给这个刺拍一张。这个兔太漂亮了，这个兔兔很好看。也比较你看我早。嘿嘿，哦，你坐，我也想。谢谢九哥的火箭，谢谢九哥。坐坐坐。赛博朋克兔，太帅了！太帅了！太帅了！哦，而他们的中间。哇，这是什么？赛博朋克兔，他不是头啊，对，他在转。他头在转。走右边，九个九个，我小洛呀，我小洛呀。哇，这个兔子太漂亮了，太漂亮了。这里面随时可能会没网哈，因为人多，懂的都懂。要是没网了，那不能怪小洛哈。走。哇，好久好哇！这个手也会动哎，他的手也会动。你看他的，你看他的手也会动，爸爸。他的手得摆。哎，他的手得摆。手在动，你看像在走路一样。我们走右边看看嘛，转一圈。
这是什么？哦，这是卖东西的地方，花灯，这是花灯。这个好钱过来，70，小的40，这个是小的是吧？哦，这个是小的，哎，还有点乖的嘛，哎，要不个子？哎呀，灯还挺乖的，鸡，这是鸡。啊，这是鸳鸯吧，应该是鸡乖乖，你都没看到说像鸳鸯，你看它这个脚啊，像二两烤翅，烤乳鸽，哪个烤乳鸽？哇，真的，这是烤乳鸽，这个是烤乳鸽，这个是鸡，这个是这是烤鸡，烤鸡。哇哦，走。我们以灯为北京，等会儿拍张照嘛。我们找一个最好看的灯为北京的。这个是啥子？山西老陈醋。山西老陈醋，老陈醋。山西老陈醋。哥哥，该你们了。哦，这个 pose 摆得好，漂亮。这是什么？玉兔呈祥。玉兔呈祥，哦，漂亮漂亮，哇，这个好好看啊，这个颜色变化呀。我们是走上头吗？走下头？走下头的。就是底下嘛。月饼、嫦娥、嫦娥玉兔，认识的嘛？这不是嫦娥，嫦娥月饼，火花。这是嫦娥兔，好可爱呀，嫦娥兔。那个吧，大闸蟹虾兵蟹将，他们的呢？走，这是什么？这是嫦娥姐姐吧？祈福脱单糖，脱单糖祈福夙愿，这是这只兔的背面。上海点心，上海点心，不回就歪了吧？你觉得左边那个是嫦娥，那右边那个就是玉兔扮演的嫦娥。哦，这么多人，为什么？怎么回事？有演出吗？有演出吗？听不到了。哎，人太多了，不可能。我不信。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这里？啥情况啊？进得去啊？只有人往上走，有人就往下，就可能慢的嘛，流动比较慢。这边、哦、这个排队干嘛呀？不知道，有点挤。来了来了，才刚刚过来嘞。哪里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去不了呢？该走的嘛，只是走的有点慢。没有了，走了，走。感觉太多了，看不很舒服，是吧？不知道呀，遇到这些都是在第一天节假日的话，那个初七好多上班，初八也要上班，一叫早这的话这是叫早，看到前头跑这儿，这些人多了，老板堵到这儿。他们走前面去了。哦，是看到了。然后那个前面是空了，他在放一局，可能是这样。
在那前面是哪？他塞了几个？他塞了几个缓冲区？啊，怎么进来还要排队呀、啊？他断是断的，限制。我的蒙兔券过期了，我看看是什么。你一窝蜂，你那儿出去有老虎。那个老年子就是发生踩踏事件，我把人都踩到了。不要走动了，对，开走了，开走了。放心了，走走走走，控制到的，管控到的。嗯，没事。哪里有蒙兔券啊？哦，看到了，我有六个，现在就开。流量卡3000，太抠了。哈哈，全是流量，哈哈。我操，那边平时说是这么多，我那地方就放那边大了，还是漂亮，哎，还是漂亮，灯会越来越现代了，哇，真的漂亮，漂亮。这个葫芦还有点好看嘎，葫芦还有那个像那个龙，这个有点像古代那个招亲吗还是的？我不管，我只管。如果管舅舅，这个真不喝。我们这还没看的嘛。先进去再喝。好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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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方拥堵，临时管控了。管控3分钟，这他还播一播的放人，人太多了。快下来吗？那个哈儿啥子踩踏？红灯。踩踏。吃饱了。啊？我在包包里。快点！他最近行吗？那是在里面啊。啊，里头有耍的。西年广场能量工厂。哪写的有？靠边嘛。二排排。前方拥堵，临时管控，3分钟。3分钟应该已经过了吧？不走。走，往左吗？这样。不。怎么走嘛？怎么走嘛？你说怎么走？我不晓得咋走。这怎么办嘛？哪里走？走不动，走不动。你看其他几家人会不会有？啊？他得放那边的进去，他放那边的要先过来。他得放那边的，放到那边。一波一波的，这边先过去，然后这边再过去。所以那前头到底是听妈的，我要走着走着逛着逛着没逛完，哎，出去了。我操！不会，一般都是围着绕一圈。对，应该都是按照那边应该要绕。那上头又没看，那上头是啥子都没看。嗯。坐车。先坐车哈，一分钟10块钱。不是，这坐着你都不能走，走太站紧，坐晕。我走回重庆。3分钟还没到吗？我要搞个闹钟啦。我要搞个闹钟啦，怎么3分钟还没到？你看到了没？喝水都要等来了。
看到前头那边在走，那边在走，要准备开那边了。那这边就那么。不晓得，可能先放那边，那边还没放完吧。等到前头走了来，哎呀。然后就马上就给。还是手机没得电了，看到了。啊！应该有三分钟了嘛？他那个三分钟，你以为就挂三分钟？古代三等于多。你就那个慢点儿的。高超生，干！啊！好了，该我们了。他们那边先说到。他把那边的放这儿，然后再放点儿这边的。举起来！你要帮我举起来吗？我感觉他这样子把人聚在这儿，给他堵起干啥？所有人聚起来都堆在这儿了。啊，走！你看嘛，他这样子更容易造成踩踏，我觉得这样更容易造成踩踏呀，突然一窝蜂都在往前面冲。小心点儿。我很慢了。低头脚。不要扯我头发。我牵着他，免得走丢了。哎，牵我围巾。你在哪儿嘛？这儿身上的嘛。三星堆来了，三星堆来了，拍一张吧。哇，这儿还有美女嘛？啊。小心点，这儿放着嘛。啤酒吧，包拿去。古蜀三星穿越了，来路，它漂亮的吗？还是有不得啥子可以娱乐的项目吗？比如说有些灯是可以骑上去的，有不得吗？不得呀。这个像是要塞耳朵的。啊，我看到了这个像的耳朵，这个我站住给他们看，你看这个像的耳朵会动。嗯。这个大象的耳朵，你看它在跑，它在动。有没有像这种大象一样，就是上面可以骑人的嘛？哎呦，哎呀，这个激光射到我眼睛了，好烦哦！我眼睛还没恢复好呢。三星堆。哪儿蓬蓬？哪儿啥子蓬蓬？这是野啥子？这个是野猪。啥子？野猪蓬蓬。要这儿往看底下不？秘境。等会儿去，底下有野兔是不是？这是打鼓了嘞。啥子蓬蓬啊，爸爸？就这是野猪。它叫啥子蓬蓬？为啥子它叫？它名字就叫蓬蓬。哦，蓬蓬顶满和蓬蓬是吧？太阳。蓬蓬和顶满。野猪。太阳。古蜀三星秘境。哎呀，这个能不能进去啊？哇、哦，这上头，我说这个能不能进去？哎，你看这个还有点安逸嘎，这个小屋子好想进去坐着拍一张哦，好想进去拍一张啊！哇，哇，这里还不错。这里还挺漂亮的，拍一张。你不要管。啥子？他说看那儿前头的人口。哎嘿。这现在又堵起来。看下对岸的，对岸也有挺多的。哎，这儿给拍好看，这个恰恰这儿给拍，可以拍到对岸。来嘛，在这儿恰恰这儿拍一张。拍一张嘛。哇，哎，火灯好漂亮。
好漂亮啊！来拍一张。不行，大家都一起啊！爸爸拉倒。来拍姐妹拉倒嘛。来。来这个位置。太热水了，怎么办？要看那么快。OK OK。我把弄两个。手机都不得电了。上面还好多说的。哎，等一下，等一下。花了，花了，花了。哎，我把这个取了嘛，我把这帽帽，把放这儿，放这儿。哎。就这样子，好像拍不出来，好花哦！我给你拍嘛，我给你拍，我手机拍。哎呀，我不拍。哎呀哎呀！哎呀，不来了，有啥？姐姐来拍，姐姐来拍。哎呀，烦得很。哈哈。三二一，哈哈哈。来，我给你拍一张。那我等一下。好好好。马上，我给他们拍一张的。拿到了哈。你们两个。哎，一起噻。一起吧。一二三，哎，我们是倒计时。好了哇，来帮他们拍嘛。拍嘛。来，帮我们拍一张。来，这个怎么拍？他们。要哪个机？他们来。啊，他这姐妹他们两个在这拍。哎，这样给你们拍照。还要折过去点哇。哎，这样子好像。哎呀，不拍了，有一张就是就那个哪个看嘛？你不管，你不管。熟悉嘛，熟悉也可以。哦，可以可以。下，哎，我来。哎，弹出来了嘞！哎，没有，等一下，好，三。笑，小朋友笑起来，笑一笑，笑，嘿，专业的，再来，我把聚焦在后面看，帮你拍照哈，姐妹帮我点一下那个拍照键，好，因为我聚焦后头灯，所以说没事，好，走嘛，走喽，爸爸，啊，来，爸爸走。哎，这个恰恰好些。哎呀，走，要这个那么大的地方，一个地方就紧了。爸爸不想拍。不看我。还不把关了，到不了顶。他拿起来，他就要变亮。走了。这不是露营的车吗？这还安逸啊，这直接推个大车。结下亲缘啊，这个还有剑三的植入啊，剑三植入广告了。你看这有一个，你看这个剑侠情缘跟木头人合影。英雄联盟手游没看到啊，大师发，我吓死我了，我以为我手机不见了，我刚刚拿给我爸了。啊，他们人呢？哦，我找丢了，我找不到了。招了，他们人呢？招了，他们人呢？怎么糊了呀？招了，看不到了，在哪里啊？招了，招了，看不到了。啊！哎，我来找你们的。
咱们有一张纸啊，放一起，一分钟放一起。啊，今天看。那不然。快撤掉了哈！哎呀，他修这种灯亭，他把这种灯修成亭子，人又不能进去，好恼火！哇，这个漂亮，这个漂亮，这个月球漂亮。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哦，没衣服啊。大家穿的好不？哇哦！大唐盛世，簪花仕女图。簪花仕女图。哇哦！这个，这是弹竖琴的。打鼓的，敲锣的，弹琵琶的，吹这个，这个是什么来着？前面有。他琵琶的阿姨。哦，千手观音，哇，千手观音。哈巴勒。哦 ，sorry， 敲到你。哇，这个还挺漂亮的，这个。应该是这个是啥子图？这应该是风雅大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你是看介绍才晓得的，是不是？我看那个啥国宝大啥子比赛那个。鉴宝节目是不是？国宝大会。国宝大会。就是中央电视台那个就是比赛啊，就是这些。对中国这个历史文物的了解的一个比赛竞赛，国宝大会，央视一台。这千手观音没有问题啊，不是灯没有亮，观音它可能不能那个。有什么吃的呀？小灯签。大家请有序向前走，减少停留。注意老人小孩的安全。我的卡。注意老人小孩的安全。你要喝咖啡吗？大家打坐了。减少停留。注意老人小孩的安全。你不想玩了吗？哎，可以祈福挂那个雪。哎。可以祈福挂那个，没意义，这都是临时的，这儿又不是给你挂的好久的。哎，也是，也是。爸爸说不如挂在山上，可以挂很久。这种就是马上过完就拆了。我问一下多少钱？好多钱啊，这个。有29，有39的。这个39，这个29。对，都可以写名字，写心愿啊。读书的功成名就，这个多少啊？前程似锦，这个13块。对，你想买哪个？走了，走了，走了。哇，这里。我爸说这种都是要撤的，他过完15灯会撤了就撤了，不如挂在山上，山上可以挂很久，人家不会撤你的。我觉得他说的有，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好漂亮哦。敦煌的，哇！从这边看是太漂亮了。那我们是不是要走岸上才能看到河边呢？不是，我们要上这个才能看到那儿的嘛。各位游客，请大家拍完照，要看河的话就要走高山。那就走那边吧。啊。走高山走嘛。我们走上面。各位游客，请大家拍完照，有序的往前面走。各位游客，拍完照，有序的往前走。各位游客，拍完照，请有序的往前面走。各位游客，等。各位游客，哇，飘飘的，拍一点飘飘的。
漂漂的，漂漂的。坐好，我没法弄到你。哎呀妈呀，都在这儿拍照，哇，漂亮漂亮。哇哇！哇，这里好漂亮。哇，好漂亮。哇，这个山、哦。不要拍别人的头。走。漂亮漂亮。很少。哇。爸爸，手机给我一下嘛。来，给我看一下。好漂亮哦，快来看、啊。哎，爸爸，你把手机拿好。拿好嘞，拿好嘞。好，可以。好，我再拍一个，我拍一个对面的房子。对面的这房子有关门，外面的青蛇倒是那里有个关联青蛇的塔，但是那白石榴。哎，是不是要拍个全景啊？感觉要拍个全景。要不该把消防员放下来，不要靠在前面，你最安全。漂亮啊，妈妈。好。OK。往前面走，不要堵塞通道。走走走。啊，好想再看一下，好漂亮啊，这里好舒服呀，看着。啊，这个河里面也很漂亮。哇，这里这边好看。各位游客，大家拍完照有事的往前面走。哎，你小点，你不要怕我了。拍完照，有事的往前面走。各位游客，大家拍完照，有事的往前面走。各位游客，拍完照，有事的往前面走。好，走走走。大家拍完照，有事的往前面走。对，行。好好好，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你不要管嘛，你不要管我，你不管我。那个灯塔有点好看，干嘛吗？那个塔是那个好漂亮啊！它有点，我觉得那个有点个绿色那里好看。绿色啊，那个是不？哎，好看。好看的很麻烦嘛。谢谢嘉禾的办卡，我手有点抖。可以。好，快来跟我加 QQ 了。可以。啊啊！我真的可以。这里都撞烂了。哇，都是自拍的，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对，放大了就会显得有点抖。坐谁？坐谁？坐谁？谢谢嘉禾的飞机，谢谢嘉禾，谢谢嘉禾的飞机，我是你的嘉禾桑，新年快乐，嘉禾。这个宫灯也挺好看的，里面应该是印在那个纸上的。谢谢嘉禾，新年快乐。哇，这边一看，这边也更漂亮了，再拍一张。你别管，占了一层路没用。我有一 TB 哈。哼，我有一个 T， 我随便装得下。我一个 T， 随便装得下。好漂亮啊！洛神赋，哇，好多赞助的呀！你看，这不是四川银行赞助了吗？好多赞助啊，爸爸！四川银行赞助洛神赋。三个方向走，左边、右边、上面都可以走，都可以走。减少停留。我们先去右边吧。
我们先去右边嘛，先去右边吧，爸。好好好，是吗？先去看洛神父。也是走一号桥，然后左转可以绕回来看的啊。尊敬的各位游客，我这个入口不是出口，出口在剑峡左边的剑峡情缘那边一号桥消防站那边啊。这里的信号还有点好的嘛，它外头有那个信号塔。哦，我们下午来我就看有信号。魔神符，行动异常，很难返航，避免自己拖倒，不等第二次。哇哦，哇哦，这是啊哪个？这个镰刀三叉戟龙王，是哪个？不晓得。看一下，现在是马甲有介绍啊，有介绍，我看看。没有说的嘛？好了儿，共工是与火神祝融不和，水火不相容。哦吼，有屏闪。这个有屏闪。大佛祖山那个。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谁？这是洛神。伏羲女娲之女，除了表情眼神的精准表现，多重颜色突出飘带罗裙，表情脸高上，骨爪发饰。他在哭。哦，他在哭。哇，这个白龙好漂亮啊！这不是小菠萝吗？小白龙，快给小菠萝截个图。这是小菠萝，小白龙，浪里小白龙。给他截一个小白龙，这个小白龙好好看，哇，这个白龙太好看了，这叫应龙。哇，这个真的好漂亮啊，这个龙好漂亮啊，大爸爸，嗯，好漂亮哦，这个龙，哇，上头坐了个哪个？晓不得，反正是一个神仙。好漂亮啊！这又是谁？这是伏羲，伏羲洛神之父，女娲之夫。哇，好帅哟、哦！这个伏羲好帅呀、啊！帅哥，古代的帅哥，帅哥，好帅呀、啊！好帅呀、啊，好帅呀、啊！动态画，哦，画面是动的。哎呀，还不是就拿软件做的嘛？啊，是嘛？肯定是的。这上面还有。要站着才看到它的动态。微微动了一下，嘎。动啊，有椰子那些啊，人有。椰子那些嘛。人在摆的，你看嘛，前后得摆。看到了，得鞠躬嘛。哦，前后得摆。前这个比较明显的。看嘛，有龙得飞的嘛。看嘛，龙得飞的嘛。嗯，走。我们慢慢走到。全部是那个鸟啊，火烈鸟有点强。火烈鸟，一排火烈鸟。一排火烈鸟，啊，这都会开到三月啊，开这么久。啊，赚钱有啥子？但是肯定是最近赚的最多。是吗？春节、就是。春节人有外地的人吗？哎。他过了春节过就是附近的人嘛，就是成都在最多的。这是不是暴击母，这就是火烈鸟，应该不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应该是个什么传统的鸟吧，传统的什么神仙的坐骑嘎，凤凰，有点像凤凰，不知道是不是凤凰。他们说这个灯会。
是自贡唯一的 GDP 来源。谁说的？自贡人家鲜锅特儿、啊、还有恐龙呢。明天我们白天去恐龙。来了，甩锅，甩锅，这有又甩锅了。这是哪甩锅？不是钓鱼者，这是姜太公钓鱼吧？直钩。姜太公是老头儿。我说的是后头的是甩锅。这个肯定不是帅哥噻，脸都变成猴子了，你看他的脸，那个嘴巴，哦，那个是胡子。河北，这是河北。啊，河伯呀，居然是，我看。河伯。先是破坏过洛神后裔的爱情，随后迁怒于人间，释放洪水和病毒，难怪长得这么丑。哼。哇，这个好帅呀，这个手上有什么仙法呀？这手上有仙法，这是谁？曹植的吗？曹植。唯一非神话中人，哇，好帅啊！这帅哥太帅了，帅哥太帅了，帅哥，帅哥英雄联盟那儿哦，哇，这还联名呢，女娲，这是女娲，我看看这女娲练的真儿，这边才是练、哦。女娲没有刚刚那个曹植帅，刚刚那个曹植比较帅。哇，好帅！这个曹植和这个女娲，这个女娲像怎么像个男的？像是那个异次那个什么次元世界，就是那个电子世界的那种数字人那种味道。妈呀！哇，这是我的机器人！哦、这是英雄联盟。哇，这是我的布里茨。是我的布里斯，那个机器人，那个黄的那个机器人。这有，这个是有英雄联盟。哇，我喊姐妹儿给我拍视频。姐妹儿，他们上车过去。那等他们过来嘛。这边等着。给你们看看我的布里斯。哇，我的机器人，我的机器人，我的布里斯。金克斯已经吸引不了我了。这个布里斯好帅呀、啊。哦，忘记了，忘记没有开美颜了。在这等我。让我等他们的呀。哎，把高层开了，然后就可以过去坐那边了。就走这儿就可以上去，我跟你说，走这儿就可以上去。啊、嗯。高层开，我们在这个下面。来了，陈奕迅的里头现场《孤勇者》。陈奕迅在里面现唱《孤勇者》了，都不必隐藏。你等会儿不会有一群小孩子在那里唱啊？战马，战啊，战勇敢那披风。估计等一会儿之后，他们还要在里头那个的嘛。我给他们打电话，哥，我跟他们说，我们的英雄联盟这儿边边上等他们。喂，我们的英雄联盟这儿门这边边。好，他都看着我们了。我没。那边不是我意思我没看到他。我妈在这上去。来了，哎，你孤身走暗巷了。来了，已经有旁边有小朋友开始唱了。
没洗啊，不来来来，走走走。那。别走那么快嘛，别走那么快。渣，把那个帽子给我。给咱帽片。但是我手机没好电，我手机只有5%的电了。得先把我在这儿门口给这个他给防御他俩照一张。爸爸，你帮我执掌他们嘛，我把他们收到最短，你就拿这个就对了。就算是。我拍那个嘛，行吗？拉不开。啦啦啦啦啦啦啦！爱你孤身走暗巷。人潮涌动，问号问号问号，全是问号。你还没喝完啊？得喝多没有？对呀，他就要太多了，拉着好麻烦。走喽。这是职工灯会，职工灯会。走嘛，你看都不管手了，都不管手了。哎，他们走哪儿哦？他们在右手边哈，左边。Legends never die. Body fire. Legends never die. 不用开介绍。哇，我的布里斯，好帅的布里斯！哇，狗熊啊，这是啊？哦，这是石头人啊。这是石头人，石头人吧？哎，不是，这是啥呀？这是石头人吧？刘航先生，请您通报广播后，前往朝阳门楼五五台。要陪你们啊！各位乘客们，大家好，现插班入口，请您请示。刘航先生，请您通报广播后，前往朝阳门楼五五台。左边那个是左边那个，左边那个是左边那个开枪那个，我都晓得。害怕了是？金克斯啊！哦。还有有一个衣服上面也是有那些蓝色的笑脸那些衣裳。就是这个人的婚纱。好帅哦，姐妈。陈总，陈总，陈总，哎，陈总，哎，
头啊！猜不透，来把水杯子都拿走。哇，这么大一个机器人的吗？你这样，我感觉。头上就是蒸汽啊！机器人还有头。你看蒸汽在吗？小牛呢？小牛呢？你看这是金克斯的翼。然后顺着左边的。小牛呢？小牛跑哪去了？金克斯的翼。哎，妈妈抱，姐喊爸爸抱，姐喊爸爸抱。金克斯的翼。走，我赌你的枪没有子弹，看不到他的大招，这是他的大招，这是他的E技能。哇，咋整？我女上厕所没事，你我。哎。完事儿得整几根绳子。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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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对呀、啊，我正好今年来看自贡灯会，好帅啊！之前不是英雄联盟的人物的吗？这里左边这排的可能都是。我就是都是啊，确实都是。我们是嘛，走右边啊，就是。就是上山的嘛，上山是转下来再走右边走，晓不晓得？哦。要不然你说。不是啊，就是要走右边，就是上去了。啊，就是下去走那边，走那边，走右边上去。那边哇，走偏了哇。哎，走右边上去。爸爸妈妈都要走。哒哒哒哒哒哒。哎，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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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呀？这是炮车吗？炮车呀，这个是法拉利呀，给法拉利拍张照吧。炮车，法拉利。走这边去还是走那边去？走走哪去？哇，我给这个龙拍一张。走嘛呀，这走嘛呀？妈的！走嘛，走哪？走。走走噻，盲僧、盲星、盖伦、左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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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可以。哎，这儿会拍。可以可以可以。来来来，拿走。左翼左翼。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懂，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那个盲僧。他们说有带着光线从没飞上来走过去 buff 哎走过去他们说要封好你的伤没有人爱上场回击回击来了回击来了谢谢左一的三个飞机谢谢左一的三谢谢一一的三个飞机谢谢一一真的如幻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走，要走。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却都一样。
慌就不得了，这儿不是啊，龙背长生，谢谢龙背长生的飞机，谢谢龙背长生，这边他帮我举到我去，还有人在塔在，人在塔在。谢谢龙背长生的飞机。哇，我要拍一下这些小兵。哇，小姐姐啥子拍好了？哎，啥子恐龙啊？大火龙？我不拍，不拍，走了。好懂，你看我妹夫好懂。是啊，他元素龙，火龙，火龙，火龙，大火龙。Let's never die。没有水龙。Never die. Never want you.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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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走哪儿上去嘞？走这儿上去了就。你看嘛，我就说从右边。我就说从右边上来噻。走两边都可以上。但是你走这儿上了，你就要走这儿下。如果你我们刚不走右边过来的话。转一圈就是。嗯。哇，这有演出，你看这坐那么多人，有演出。谢谢龙背长生的飞机，肯定有演出，不然为啥子有这么多人坐在这儿嘞？肯定有演出，这舞台，这肯定有演出，这么多人，这肯定有演出，这么多人没演出，坐在这儿是干嘛？肯定有演出，肯定有演出，我不管，我要看演出。
有也是，你看嘛，他现在当心喷水，那这儿就肯定要，当心落水，他肯定要喷水。有没有啊？我也不知道。有演出，这里都有音响，怎么可能没有演出？那去问一下。这个好漂亮啊，这个恐龙赛博盐都，哇，这个赛博盐都好漂亮啊！爸爸帮我拿一下，我拍张照。哎，你看哪个都漂亮。好飘飘哦。9点半，还有20分钟，找位坐的嘛。表演上有表演，现场表演，走走走，找位置坐的。走走走，找找位置坐着，进吗？找位置坐的，各位，那儿不得位置了，可不可以站着看呀？可不可以站着看？我们可以坐上面一点的位置。这儿上，这儿梯子在边边上面，直接踩着上去啊！等一下，我看一下那边还有位置啊，那边还有位置，爸爸。哎呦，这儿的位置才好，你那根据那边我的位置才好。好的，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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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